老太不小心把老鼠药打翻在了米缸里，她不舍得这么多米，洗了七八遍后做成米饭。当晚全家人都进了医院，老太太胃口不好，没吃多少，很快就醒了过来。老伴心情很好，多吃了几碗，结果没救回来。老太伤心不已，把剩下的米全喂了鸡。当晚这些鸡都去见了老伴。老太看着这些从小养到大的鸡，心疼不已的老太把这些鸡搞了一锅鸡汤，趁着给老伴搞丧事，把这些鸡汤端来给村民吃席。当晚这些村民全都见了老伴。